麻烦各位乘客给这位孕妇让个座位。辛苦这位年轻的乘客给这位孕妇让个座位，非常感谢。凭什么让我让座？我加了一宿班，累都累死了，还挺个大肚子，坐什么公交车啊？那请后面的乘客让个座位好吗？辛苦一下。我这么大年纪，凭什么给他让座呀？再说了，孕妇不好好在家休息，没事瞎出来晃荡什么呀？就是，赶紧打车下去。打车了。哎呀，赶紧开车吧，我这还赶时间呢。再不开车啊，一会儿赶不上送鸡蛋了。司机师傅没事，我站着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万一路上有点什么状况，给你摔着可怎么办？阿姨，要不您……哎呀，闺女，瞎说什么傻话？这么远，你站着多累呀、啊！一个孕妇啊，既然不方便，为什么不能自己打车呀？啊，非得来坐公交车抢我们座位啊？真是耽误大伙时间，赶紧下去！就是，赶紧打车下去！他们不给你让座没关系，来来来，您坐我这儿。哎，挂挡，踩油门。哎，对，我让座。来来来，坐我这里。